你没事吧，乔恩？，为什么是你在这？ 警卫说，有人被困在洗手间里。那警卫有说，是我被困在里面吗？好像有吧。所以你立刻跑来救我了。 也不能说是立刻，就是一放下电话，脚就慢慢的跨出去，人就慢慢的出了办公室，手就慢慢的按了电话。 你怎么会？你先说。 我不知道。哦，那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办公室。让我陪你失眠，一起梦游整个世界。我正在找他。